需看向了解自己的感情、婚姻、事业、财运等的私聊咨询即可。我们来看视频中的图解，山根位于两眼之间的鼻梁处的位置，代表的是一个人的福气与钱财运势等。若是山根的位置长得明显的尖细，则拥有这样面型的人，个人的婚姻生活过得不顺利，夫妻间的感情淡薄，身边也没有啥人能够帮助自己，在工作上得罪不少的人，为人尖酸刻薄，总是因为一点的小事情就斤斤计较，从而导致事业运势倒退，很难拥有好发展。相不独论，具体还需结合命主其他来批解。需要看相或者批八字，可以加老师微信 66723319。